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袁同学。前几天呢，我经过了反复的一些思考以后呢，我决定终于准备入手一台新的相机啊。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以来我们使用的这台相机的一个感受。那这台相机呢，就是Mamiya 7呢，是一台旁轴的120相机。这台相机呢，基本上是目前几乎是唯一的一台在中画幅片幅6×7这个片幅里面的唯一一台旁轴可换镜头的这个相机。那旁轴的这个好处呢，就是它的机身可以做的相对比较小，发栏距会比较短。第二呢，它又保持了中画幅这个片幅它所必须要有的一些画质和质感。我买的时候呢，是标配了一个65毫米的焦段的这么一个镜头，那么相当于135相机的片幅的那个35左右的焦段视角。总的来说呢，从相机的成像的这个效果来说，的确是没得说啊。我们看过很多的这个Mamiya的这个评论啊，都说它是中画幅那个相机里面画质的天花板，这个无论是从镜头还它成像效果，都是顶级的，都是非常出色的，非常棒。从使用上说呢，这台相机呢，首先一点呢，跟像宾得这样的同类型的这个产品相比呢，它已经是非常小。同时呢，它大量的使用了工程塑料，所以呢，其实整个重量是比较轻的，我们可以把它带出去去扫街都没有很大的问题。它拿在手里的话呢，会比那个哈苏那台相机要轻很多。那么第三呢，它的握持也是非常棒。在这里它会有一个手柄，正好拇指卡在这里啊，是非常棒的。但是大量的工程塑料也会带来这个产品老化的这个问题哈。你会觉得说它好像不是那么高级啊，有一种浓重的工程塑料感，然后呢很容易显旧啊，或者说显得不是那么精致啊。所以这台机器呢，基本上拿来干活是没问题的，但拿来当工艺品一样收藏呢可能还没达到这个阶段。总的来说呢，这台相机呢基本上能够满足平时日常创作和拍摄的这个需要。它没有像弗伦达、像禄来、像莱卡、像这种欧洲大厂、德国大厂的那种这种严谨的这个工业风格。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并不能接受，说我一直跟朋友在讨论说这台机器我可能不会买，因为它实在太丑了。但是后来挑来挑去，我说我需要一台6×7画幅的相机。是实际上可供你选择的6×7的这个相机并不是特别多，丑是丑了点哈，但是我们看结果还是非常棒的。在我手里呢，已经有一台那个中画幅的哈苏啊，哈苏呢是6×6的那个片幅。那我在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说6×6和6×7这两个片幅呢，实际上，在自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有蛮大的一个区别的。那6×6是个正方形的结构，而6×7呢，相对6×6来说，它会更宽一点。6×6和6×7，它不仅仅是这个片幅上的这个差别，那么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差别就在于，正方形给人的这种视觉呢，是一种非常收敛的一种视觉，它会给人一种感觉是说，这画面之外其实还是有故事发生的，但是我 focus 在画面当中这一部分。而且6×6它是有一种拘束感，它会有一种向内探索画面的这么一种感觉。而6×7呢是稍微比6×6扩展了一点，那么扩展了以后呢，你就会发现说这个画面其实更加客观了，你距离可能会更加远一点，你可能会面向客观世界、外部世界的这种探索和投射，这种看法会更多一点。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一种差别。可能我在创作的过程当中拍6×6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
对于自我一种情绪的一种反应，一种内在世界的一种探索可能会更多一点，而六乘七对我来说可能是面向外部世界的这种客观的这种探索和观看会更多一点。那也有人会问说，那我为什么不能六乘六的画幅里面我把它裁切成六乘七？实际上也是可以的，就好比你用二乘三去拍，但是我最后把它变成四乘五，或者六乘六的这种正方形，其实都是可以的啊。我可以通过后期的裁剪的方式来做，但是在胶片时代的时候，我在拍出来就是六乘七，和我用六乘六，把它裁成六乘七的这种物理上的视觉上的这种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个，胶片毕竟它是有一种物理介质的这种存在。数码时代的话呢，我们就有很多都是用数字化做呈现的，它是没有一个物理的实在的一种触觉和视觉上的这种观感和体验的。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拍出来原身就是六乘七，和我拍二乘三然后再把它裁成六乘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 anyway 这都 OK， 反正对我来说六乘七是满足于我观看世界的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视角啊，这个片幅，所以呢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的享受啊，用旁轴中画幅来拍摄某些景观的这么一种这种体验。它和哈苏六乘六这样端着腰屏取景的这种方式呢是完全不同的体验。那如果通过不同的体验以后，我们才会发现说，通过拍摄不同的题材，我们需要用不同的设备，用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片幅去传递和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情感。这个是我用这台虽然丑但是很好用，有非常的画，有好的画质的这么一台相机的这么一种观感和体验做一个分享。也希望在今后的创作过程当中呢能够用这台相机能够更多的拍到我理想当中的那些作品。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